这是一款能够整容的泡澡水，无论是500斤胖妹还是70斤平板，泡进去狠狠按摩几下，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性感女神。女主小美和丈夫成婚多年，可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。明明躺在同一张床上，丈夫宁可对着天花板发呆，也不愿跟她交流。这样的婚姻状态基本等同于丧偶。深爱丈夫的小美想尽一切办法，试图唤起丈夫的激情，贤妻良母般给他熬好营养粥，对方却大声嫌弃味道太差，根本咽不下去，背过身就给宠物狗一个充满爱意的抱抱。小美在家里活得还不如一条狗，无可奈何的她只能一边收拾家务，一边发泄主妇的绝望。突然，她从丈夫的口袋翻出一个打火机，上面赫然印着会所的大名。小美气愤的浑身颤抖，原来丈夫并非简单的不满，而是早就嫌弃发福的妻子，盼着在外潇洒。下一秒，包里掉出了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私人定制曼妙曲线，任何人经过改造都能成为魅力四射的女神。为了挽回自己的幸福，小美决定试一试，根据名片上的地址找来了目的地，正想敲响大门，她却有所感应一般自动打开。一位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坐在屋子中央，早已看穿她的来意，温柔地介绍着镇店之宝，各种各样的美容液，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功效。最后邀她走到浴缸前，里面倒满红色液体，老板娘表示道，只要泡上30分钟就能变成想成为的样子，可是过程却如刀割一般疼痛，为了一个没有心的人渣值得吗？小美没有丝毫犹豫，躺在了台上，视死如归般让老板娘在身上做好标记，随后一个深呼吸跃进了浴缸，眼前的大胖妞屏住呼吸泡进浴缸里，忍受着撕心裂肺的揉搓，用包皮抽筋形容都不为过。再次浮出水面时，她已经脱胎换骨，变身成为精致的小仙女，全身上下肉量不多不少刚刚好。小美看见镜子里的自己，露出自信的微笑，和之前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，有了这长相，丈夫一定会回心转意。马不停蹄回到家向丈夫展示战绩，却被老板娘拦了下来，送她一份礼物，浓缩液，表示迟早有一天会用上。回家的路上，小美昂首挺胸走在林荫路上，收到了满是羡慕与爱慕的目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哪个明星大驾光临。就在这时，丈夫领着狗遛弯，狗狗认出她的味道兴奋地扑来，小美一把抱住爱狗，摘下眼镜刚想跟丈夫坦白身份，可对方却向美女投去油腻的目光，说道，想不到我们小区还有这么美丽的女神，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。接着就是一顿撩妹套路疯狂输出，完了还不忘递出名片留下联系方式。小美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深爱的丈夫竟是这样，不愧是凤凰男本男。她戴上墨镜高傲地离开了小区，临时找了一家酒店住下，打电话告诉丈夫回老家住几天，谁曾想对方竟是一种正合我意的语气，不耐烦地说着业务繁忙要走赶紧走。而小美低头一看，刚注册的小号加上丈夫微信，上面满是殷勤的问候，贴心的关照，还邀请他去家中共进晚餐，不禁讽刺的感慨，这就是所谓的业务繁忙，越想越替自己的青春感到不值。他拿出老板娘给出的浓缩液体，萌生出一股邪恶的念头，男人带着刚认识的性感美女回家，伸出咸猪手紧紧搂住她的腰，殊不知这是他同床共枕多年的老婆。趁着男人做饭的间隙，小美走进卧室，却发现床上只有一个枕头，自己的枕头早已被塞进床底，洗手间也只有一支牙刷，拉开下层的抽屉，她的化妆品全都被扔了进去。想不到丈夫竟然如此绝情，为了撩妹不惜磨平自己的生活痕迹。晚餐中，丈夫掏出红酒，一脸痴迷地望着小美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叮咚响。看着近在咫尺的丈夫，小美满脸的绝望，平时吃饭的丈夫只会刷着手机，根本不会看自己一眼，可如今却色迷迷地盯着美女发呆，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变成现在的油腻模样。明明刚结婚时，丈夫也会贴心地为她加菜，关心她的一切，下一秒砰的一声，丈夫失去意识倒在了桌子上。原来小美早就在红酒加了迷药，施展自己的报复，她的眼角满是泪水。回想起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两人对未来的生活满是憧憬，因为深爱着丈夫，小美毅然决然地辞职，当起了家庭主妇。虽然面对着柴米油盐的琐事，只要想到丈夫，牺牲一切都值得，可她忘记了男人心海底针，爱情都是有保质期的。小美从包里掏出浓缩液，稀释过后的液体是整容剂，可若直接接触，一个成年男子瞬间就会化成渣渣，毫无痕迹，自己也不会受到一点牵连。小美拧开瓶盖，缓缓走向丈夫，恨不得千刀万剐以泄心头之恨，可最终她还是难以抑制悲伤的泪水，下不了狠手，收拾浓缩液扔进了垃圾桶，起身离开了这个让人窒息的家。这一次她放弃了家庭，选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影片美人夜，女主在变美后，丈夫的态度180度大转变。或许对于女人来说，不依附于任何人，自立自强，为自己而活才是最美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